统一集结思量，天地开疆，中华民国133年五月七日，岁数大今年39年，陈文江一人民生陈文江节目，联合汪若浪、陈国江各做进入万珠大吉祥，起家礼炮一声响。老大总理接亲人，将军马祖甘福平，演讲分析演讲员，陈荣节目献贵人声点炮。好啦，上车，上车。哎呀，我好上车。好啦，上车啦。啊，我们是几辆呀？好啦，慢慢哦。啊，卡铁了，卡铁了。哎，慢慢，我今天没停电啊，还没停电。哦，大家拢在这边来关注一下哦。飞机的跑下去位，卡过来，我卡过来，我卡哦。哎，不看下天气啦，无啦。哎，别个呀。好啦。好啦，电视炮，要叫咱一名团，咱总是会收拾古文、古世间、古收拾古文，中央对我重视，我中央对总秘书长林世丹林总秘书长，总执行长刘中央刘总执行长，总团长魏天元魏总团长，进入团古文团长卢秀华卢团长，总参谋班陈班总参谋。总副都肖仲明、肖总副都，总指挥刘家龙、刘总指挥，总策划刘新明、刘总策划，总勘察部、新科总勘察，咱总部分副书记、副总部分请就位，请候命。好了，大家好，主席，咱主席，主席，主席，你说咱来讲这个啊？咱代表主席，好，咱两位做法师，咱教做法师，咱请几位。好，阿拉说，披甲礼炮齐声响，发作进行一千强，鞭炮披甲必复响，天上这部的正道，正道光辉顶方扬，请点炮。来，对呀，你把马马大家指挥。好了，向向这边，跑向这边，骑马炮向这边，向我靠，骑马炮向我靠。啊，对。好啊，咱第三炮要将国会马将中立，国会马将中立。哎，国会马将中立。好，咱投入将天祥圣母将中立，那个咱的阿基多马将中立，阿苏马将中立。好，以及咱国会马正中立，好，咱请就位，啊，咱各位代表，咱各位代表，请就位，好，咱各位代表，咱请就位，
咱无错，一直邀请，咱请一位，咱贵宾，那要不先着去礼炮，咱请一位。好，因为咱都无错，一直邀请啊，潘姐，咱哪主动来请位？大路多阿顺，阿顺，你过大楼呀？大路多阿顺，你过大楼呀？河南方言，河南的代表张永群，河南的小红书，以及咱以前的代表姜伟，哦，啊，以及咱老师嘛，夏忠义，河南代表蔡永昌，啊，今天哈，啊，以及咱的副局长呀，哦，咱的联合什么？好，那肖秘书哈，肖秘书来点评。阿黄杨各位嘛，哦，阿咱的肖总理，好，咱要不贵宾也是咱的船长，代表也请不到，咱主动出来，好不？开始，好，咱来邀请不到是各位嘛，肖总理，咱主动出来点击你跑。好，我咱先准备开始啊哈。起驾礼炮三只样，进了起驾发天成，天上圣母大进恩，必有大德添福寿，每年四季庆丰年，请点炮。那各位先站着，那我就出来再来。那台球桌嘛，台球桌嘛就。